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健康平安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想在这个非常时期呢，大家都减少聚餐，朋友与朋友之间的往来也减少，可是我觉得呢，最重要是我们能保持一个清净的心，欢喜的心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也祝福我们大家呢都可以逆增上缘，每一个人呢都从逆境中我们可以自强，我们跨越战胜这个疫情。祝福大家健康平安，如意吉祥。